为期五天的台北国际动漫节今天盛大登场，排队四十几天的动漫迷抓紧了时机，拼命的往前冲，前十五名可以抢到限量商品和晋级的巨人原著亲笔签名，上万的动画迷简直是疯狂的扫货，预估会吸引40万人次抢1.8亿的红包彩。台北国际动漫节上午盛大展开，开放进场时间一到，动漫迷就像听到赛跑冲刺的鸣枪声，奋力使劲向前跑，真的很开心，对，超棒的，真的终于可以见到他了。场上技术前十五名的排队者可以得到限量商品和晋级的巨人原著的亲笔签名。这次的动漫节一共400多个摊商寄出多项优惠折扣，最低下杀3.5折，让动漫迷买红了眼，看到商品抓了就抱在手上，售员结账也结到手软。早上在10分钟不到的时间，50组就每组1999，马上就一扫而空。1、2、3、4、5、6，1、2、3、4、5、6，在哪里？在哪里？这个。外面都买不到的，就这些都是只有在这边会卖。场外还有一长串的动漫迷排队等着进场，尽管低温又飘着雨，依旧浇不熄他们对于动漫的热情。